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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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诸位，今天提审正犯杨乃武，你们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来！大人您放心，小的们都是您一手调教出来的，一定给大人您撑起8面威风。哼，听说这个杨乃武可不是个寻常之人呐，原先他是个举人。 还是个擅长弄宋的乡里送棍，耍嘴皮子的话，恐怕很难制服他。大人的意思，小的们明白了。对付这样的人，用不着跟他多啰嗦，夹棍一上，看他服是不服。嗯，哈哈，好，到时候可就看诸位的啦。是大人。乃武，叩见钦差大人。杨乃武，你该知道，本官是在奉旨办案，圣旨要求本堂据实而审，务求确情，不可含糊结案。本官不会，也不能置皇命于不顾。听说你使任有罪，之后又几度翻供。 还让亲属负荆告状，你要是有什么冤情，就当堂速来，不得有半句谎言。大人，乃武盼今日，犹如大旱望云霓，严冬盼春暖。杨大武，今天不是学政大人在这里考选遗才，钦差大人。 是奉旨在这里审案，你用不着在这里卖弄文采。在座的都知道，你曾经中过第48名的举人，直到你肚子里有点墨水儿，啊，那是过去。哼，今天你是被指控犯有谋夫夺父的犯人。问官大人，此言差矣。乃武以为。 既然皇上派钦差大臣来重审此案，说明乃武被指控的罪名尚有疑义。在审清本案、确情之前，乃武还不应该是什么大人说的谋夫夺父的犯人。要是问官大人案子未审，就定下乃武谋夫夺父的调子，那么。 这场重审岂不又将变成一场演戏？混账！杨乃武，你果然是乡里送棍的一副嘴脸，你竟敢说本堂是在演戏？哼，你这是分明含沙射影的攻击钦差大臣，不遵皇命啊！看来不给你来一顿杀威棒。 你是不会好好说话的，啊！来人呐，动刑！且慢。诸位，案子未审，先用大刑恐怕不妥，还是让他先说吧。刚才边大人的话说的没错，本官今天在这里不是考选遗才，你不是说你有冤吗？ 那就只诉冤情吧。多谢钦差大人。要说乃武之冤，还要从杨乃武被冤与葛碧氏有私情说起。由此可见，所谓杨乃武与葛碧氏阴间同谋的指控。 根本不能成立，还望钦差大人明鉴呐！今天堂审到此结束，退堂。等等，大人，等等。你还想说什么？乃武从杭州府审时，就一直请求与卖批人浅谈，当堂通知，可一直未能如愿。乃武今日再次请求钦差大人开恩。 容下一堂过审时。
你们药铺店主钱坦与我当堂对质。 都认为乃武之请好笑吗？可乃武却知道，传证人与我当堂对质是我大清王法所规定的。对，你说的很对，大清王法确实有这个规定。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让一个死人来和你当堂对质吧？什么？ 钱宝生死了，他怎么死的？你有资格提这个问题吗？真是天网！启禀钦差大人，外面来了一群本地使臣，要向钦差大人请愿。请什么愿？ 你们都是什么人啊？竟敢擅自闯进钦差大人的大堂闹事！我等都算是本地有些脸面之人，今日前来并非闹事，而是来向钦差大人反映民意的。你们反映什么民意？大人请看，为民除害，匡正大法，这就是我等此次前来请愿的全权民意啊！钦差的，这个杨乃武，他平素就仗自己那点文采。 舞文弄墨，巧言弄诉，祸害乡里，他可真是干了不少的缺德事儿啊！他杨乃武倚仗是一个举人的身份，竟敢出谋夫夺妇的勾当，更是我浙省士林的奇耻大辱。我等此次向钦差大人请愿，请钦差大人勿为服役所动，一定要秉公而断，将这个害群之马乡里祸害凿夫典刑，以身大法。 恳请钦差大人顺顾民意啊！恳请钦差大人顺顾民意。杨乃武，你听听，你可是犯了众怒了。咱们这是顺应民意，替民请愿。 刚刚大堂上的一幕，胡大人听了以后，有何感想啊？我有件事想和诸位商量商量。哎，大人何言商量？钦差大人有何训示，直接示下，我等照办就是嘛。是啊，是这样。胡某在接到皇上的圣旨的时候，正好在绍兴府考选遗才。 一接到圣旨，放下手上的事情就赶到省里来了。可光选人才是我大清的治国方略，也是耽搁不起的。所以呢，我必须要尽快的去一趟绍兴，办完那件考选的事。请问大人，您这次去绍兴多长时间呢？找个三五日，多则是来天吧。大人。 那这审案之事，且不要暂停啊！这正是胡某要和诸位商量的。考选也好，审案也罢，这都是皇命差事。胡某想，最好是两不耽误。胡某去一趟绍兴，诸位在这里继续审案。这无妨，只要钦差大人信得过我等。 我们一定恪尽职守，一定让本案真相水落石出。好，这样就好。诸位，那胡某就
拜托诸位了，大人请。他不会是想自己这么一溜，但凡日后有个什么日短流长的，他好把那责任往你我身上一推了之吧？一推了之？最后成交朝廷的结案报告，他得亲自书写，他推得了吗？边大人。 你我明日继续审案。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天？今晚夜审。杨乃武，快起来！干什么？钦差提审。可我病了，上不了堂了。没关系，反正大人们都说了，就是抬也要把你抬到大堂上去。你呀，还是乖乖的，快点起来吧。我实在撑不住啊。 杨乃武，你不是想这案子早点有个结果吗？钦差大人连夜提审，你能撑就撑一下吧。那好吧，帮帮忙扶我一把，扶着他走。 既然是钦差大人审案，为何不见钦差大人？钦差大人，另有皇命。既然钦差审案，钦差大人怎么能缺席呢？你看看，这是什么呀？我看不清楚。好，那本官我来告诉你。 这是你亲自画押的供词，那份供词上是有杨乃武的画押，可大人不知，本官严刑逼供，杨某熬刑不过，只能妄招。而且，现审时，杨某纵然承受重刑。 也根本没有呈招上述所为，而杭州府审时，画供都是在杨某昏迷的时候被强纳的指引。住口！我对你重申一次，你可是犯有谋夫夺父、大批之罪的犯人，不管你如何狡辩。 这白纸黑字儿，你亲自画押的供词，岂容你想翻就翻？而且，不光有你亲自画押的供词，还有隔壁市的供词，和证人钱宝生的旁证，这一切足以证明你犯罪的证据链条完整无缺。浅谈一死，无从对质啊！ 我看你还是如实的招来，免得再受大刑之苦。我杨乃武被人陷害，受人诬判。原想钦差奉旨重审，定能明察冤情，秉公审断，可没想到。 仍是官官相护，依附刑求本领。杨乃武，你到底是招还是不招？文官要是执意行求，乃虎就是肆意重刑之下，也绝不在。辜负王昭，好。
那我让你试试我边某的手段。来人，在。要是再加一次，你这两条腿可就废了。好端端的一个人，何必受这种罪？本官都有些于心不忍呐。乃吾将身死于忠心之下，尚可为前留下一语，供后人做是非评判。可要是不服已死，以奇耻于世林，乃吾死亦不甘。哼，加。边大人，下官有几句话想跟您说说。依下官看，要再这么加下去，这人恐怕得死在大堂上。您放心，他只是受受活罪而已，死不了人。凡事有万一呀。万一这人要是死了，你我不好向钦察大人交代。话说回来，就算人没死，两条腿断了，钦差大人回来那也不好看。万一要是把杨乃武的两条腿夹断，破了外相，确实也很难看。这样，我们换一种花样，保证不会要他的命，也不会动他的骨。哼，我让他死不了活受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来了。诸位，看来这回咱们是碰见硬货了，你们说说，想想办法，怎么才能让这样的人伏法呢？大人怎么说，小的们就怎么干。咱们呢，还是来个温柔的。温柔。卷席同怎么样？卷席同，好好好。行啊，还是要唱戏呀、啊？唱戏啊！好，那我就给你唱出好戏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姓杨的，感觉挺舒服的。这可是咱边大人开恩，不让咱给你用大刑，也不会在你身上
留下一处新的伤痕的。啊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让你好好的睡觉。不过呢，你可别真的睡着。你要是真的睡着了，可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哥几个就得给你弄点好听的声儿，让你听听，好给你提提神。这看起来挺舒服的呀，边大人，您这办法能行吗？要是把你卷起来，几个时辰，甚至几天，你的身和手脚丝毫不能动的，你感觉感觉，什么滋味啊？宁，那肯定难受死了，毕竟是活人呐。时间一长，人又困到了极点，可是又不让你睡着，那可不就是难受的问题了？开始，你有一种感觉，数以万计的蚂蚁浑身撕咬你的感觉，可是你又不能用手脚赶走那些蚂蚁。这时候，你全身的血液膨胀，皮肤欲裂。后来，你的五脏六腑都要往外奔张，有一种人要爆炸开的感觉。到那时候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我真是不能喝了。哎，看看他，别让他睡着了。着了，着了，着了。哎呦，出什么事儿了这是？哎，睡吧，睡吧。哎。让不让睡呀、罗大人，这三更半夜的，你折腾什么呀？边大人，这外边老敲锣干嘛呀？这锣声的妙处啊，明天你都知道了。但愿他杨乃武能熬得过天亮。哎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换班了。王三虎，换班了，换班了。抓点紧啊，别让犯人趁咱换班睡一觉了。快给我走走走走！我求求你们，我受不了了！快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你！其实我等也不愿意这样整日整宿的陪你呢。不过呢，只要你老实的招供了，你就不用受这样的罪了。可是你呢？我要见钦差大人！我要见钦差大人呐！这会儿钦差大人睡觉呢。谁敢惊动他呀？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们给我松松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你只要按玉官大人的话，老实的招供了。天哪，我受不了了，快给我松松啊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。
看来用不了三天三夜，他已经崩溃了。快放开我！我求求你们了，快点啊！我求求你们了，快放开我！我找！这回想招了？招！行，等着。我设定去向大人禀报。你快点啊！吃胡子上了，胡子啊！大人，嗯，熟了。哦，比我想象的更快，熟了就端上来呀。小的是说呀，习统里面的肉馅儿它熟了。哎，边大人呐，够丰富了，吃不下了。不要那些。告诉我他熟不熟了。小的是说呀，犯人屈服了，他招供了，听见了吗？听懂了吗？招了！啊！我求求你们了，快给我搜搜啊！咱是不是赶快去大堂上看看？你着什么急？哎呀，嘿，你们谁有手指啊？啊，手指？哦，我有。我跟你们说，再熬他半个时辰，他也死不了。哼，你们二位先喝点茶，啊？等我出完了宫再说，啊！求求你们了，谁能把我解开呀？快给我搜搜！我求求你们了！快谁给我解开呀、啊！我受不了了。杨乃武，我边某人发明的这个卷席筒，比那个夹棍好处多了吧？大人，啊！我求求你，快给我解开！我找！好，早知如此，何必自找苦受呢？快点吧，求求你！起光，给我解开呀！我受不了了！这杨乃武不会死了吧？不会，他死不了。他被卷起来的时候，浑身的血液就像凝固了一样。这把他松开，他浑身的血液就冲向了脑门，自然会昏厥过去。一会儿啊，他就醒了。酷刑之下，何求不得？咱们总算有所斩获。
有了杨乃武这份证书，钦差大人面前咱们也有所交代了。何止是对钦差大人，对咱们忠诚大人也有了交代，不是？这话只能心里明白，心照不宣嘛，有必要说出来吗？啊，是，看我这招破嘴。真没想到这个卷席筒这么厉害，他妙就妙在表面上看上去一点都不暴力，而且还不破坏外相，却能够彻底摧毁人的意志。天大人，这样的发明您老是怎么想出来的？与其说我边某的发明，不如说是那些不老实的犯人教给我的。啊，犯人越是不老实，我得想办法制服他们，这才有了卷席筒。你我还得向编的人多多学习呀。哎，哪里，你我弟兄把杨乃武已经拿下了，还有一个隔壁市啊。哎，杨乃武这块硬骨头咱们都拿下了，区区一个小妇人没有问题。我说二位大人呐，你们可别小看这个隔壁市，我看他会比杨乃武更棘手啊。怎么？这个隔壁市他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，他唯一想做的就是要想替杨乃武平反，为此他都把自个的生死置之度外。对付这样的人容易吗？那可怎么办呢？咱不能因为一个妇人的证词你我前功尽弃呀。你我在提审葛壁市时别的可以不问，只问他和杨乃武共谋杀父一事，只怕他耍刁不认了。实在不行咱们也给他卷个席筒。对付妇人自然有对付妇人的手段。葛壁市带到。葛壁市，大人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既然是钦差审案，为何堂上不见钦差大人？我等是受钦差大人的委托提审于你，怎么，你认为我等问官的级别不够，没有资格提审你吗？不是，您。这是在大堂之上，你作为犯人只有听问官的提问，哪有你的提问？下不为例。葛壁市，你看看这是什么呀？民女看不清。好，那我念给你听听啊。初六日曾到我家给我一包药，说是治流火的。初九日小大从豆腐房因病回来，我就给他吃了，吃了后他就死了。我当时说的是初五日而不是初六日。什么初五日初六日这些都不重要，问题是为什么后来屡次的反共呢？因为我当时招供说的就不是事实。一派胡言。既然这不是事实，你当日为何那么说？那都是刘希同他诱使我这么说的。他说杨乃武是举人，不能被治罪。他还说只要民女牢牢地攀住杨乃武就能免除一死，这才误判了杨先生。
致使他举人被革，受尽了冤狱之苦。给葛小大下毒，是我一个人干的。我之所以会这么做，是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和他的婚姻。可是这些跟杨先生毫无关系，更没有杨先生和民女合谋毒杀葛小大的事实。好，本官我可以相信刚才你说的这番话，我也可以相信这件事是你一个人干的。你要想真正的取信于我等问官，那你就得回答本官一件事：你用来毒死葛小大的砒霜从何而来？只要这一点你给我说清楚了，本官立马向钦差大人建议为杨乃武平反。大人，这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，民女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胡说，别的事你可以想不起来，你用来毒死本夫的砒霜从何而来？这么重要的事你也记不起来了？好像是药铺买的。对，是从药铺买的。从哪家药铺买的？花了多少钱？买了多少砒霜？一一给我招来，不得有半点出入。事实上民女根本就没有买过砒霜，民女也见过没有见过砒霜。你连砒霜都没有，那你又拿什么来毒死你的丈夫葛小大？大人，民女都已经承认下毒了，你为什么还要逼问砒霜的来历？因为这个案子牵扯到你的同谋。我没有同谋。没有同谋，为什么砒霜的来源你说不清楚？你是想独挡罪名，就是为了保护你的贫妇？我没有贫妇。有，就是杨乃武。大人，杨先生他是冤枉的。就是你的杨先生他自己招供的。他招了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好，那就让杨乃武给你当场对质。带杨乃武。姑爷。伯父。杨乃武，你旁边那个女人你认识吗？你叫的什么？秀姑。你们是什么关系？说，你们是不是有通奸私情啊？是。好，那本官我再问你，同治十二年十月初六，你是不是去过葛家？去过。没有。我去过。去干什么了？送药。送什么药？砒霜。送砒霜干什么？让秀姑下毒。给谁下毒？葛小大。为什么跟葛小大下毒？毒死葛小大，大刀和秀姑长期通奸的目的。没有，你没有，伯父，你没有。有，伯父，你把杨乃武给我带下去。秀姑，你就认了吧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伯父，他愿意你。伯父，伯父。走。大人，杨乃武是污垢，你们肯定对他严刑逼供了。他说的没有一句话是事实。是我，
这一切都是我干的。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，看来不对你施以王法你是不会说实话的。来人呐，来，给他上穿包子。问你一次，杨乃武是不是你的同谋？没有同谋，是我干的。穿。还能不能看见茅草高高大树矮，矮就是高，高就是矮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我头顶着一片天，还是背着一座山，山高路远我还能不能走完？流水湍急行船慢，慢就是快，快就是慢，我的今天是哪一天？山，我在那片云的下面，都说是生死无常难改变，你却非要跟命运加个班。一条条路一座座山，我在那片云的下面。